这儿到了一百箱真品王子，来看一下。这个真品王子都有造假的，我跟你说啊。咱们看这个，这个地方啊，它是跟茅台是一模一样的哈，所有的这个包装哈，这一套，这个都是用的是标，这个它都用的是这个胶带，茅台的胶带，而且上面的防伪标都用的是茅台的防伪标。最近很多坏人用那个王子的标揭下来，贴上去哈，贴到这个茅台上面去哈，它是防伪标是一模一样的哈。之前好像有一个43度的，跟我说那个标没有了，问我卖不卖，我的标在哪里去了，他说跟我懂噻，那个标被揭掉了，揭了干嘛呢？贴到其他瓶子上面去了哈，说买酒就用其的，怪酒文哥。